老铁们，上午好。你身上有三处上等的风水，千万不要破坏。古人云：“一命二运三风水。”正所谓“命由天造，事在人为”，好命都是修出来的。你只要把这三处风水修好了，那你就是富贵命。第一需要修的是一张好会说话的嘴，你越会说话，别人就越喜欢你，越喜欢你，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，你得的帮助越多，你办事就越顺，你的路就越走越宽。第二，修一张和善的脸。你有什么样的脸色，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算是心存和善的人，心地善良的人，他都有一张和善的脸，和为人处事都是笑脸满盈，面存憨厚。这样的人，不管你是做生意，你还是为人处事，到什么样的地方都是备受欢迎。第三，修一个和善的心。正所谓，心存善良的人，天地佑之，都会在你很不经意的情况下帮助你渡过难关。关注我，我会教你很多为人处事的道德经。